自由冲电站羽球世锦赛比照奥运各国参赛名额涉险，近年羽坛世界排名前十好手多半集中在亚洲国家，实力分配明显失衡，而世界锦标赛与奥运因参赛名额限制，成为全世界羽球选手圆梦的舞台。世锦赛女单仅48个参赛名额，男单也只有64张门票。按照世界排名决定参赛资格，若某一国家在单项名单内有4位组名列世界排名前8，将可获得4个满额参赛名额。若有3位组以上在前24名，可有3个名额。若在前150名有2个以上选手，则最多有2个名额。以台湾女单为例，本届仅世界球后戴资颖与世界排名29的白玉珀获参赛权。羽球世锦赛含金量可能较超级赛、亚锦赛、亚运等级赛事来得低，但依旧是世界好手争夺世界冠军头衔的舞台。尽管没有奖金，冠军积分13000分与奥运金牌相同，